对，真是喜欢黄。黄，到处有黄。我这里边也挺大的。典型的泰国民宅，漂亮。这才是躺平圣地。芒果随便摘，看这树上不是随便摘啊，到处可以看得见，你可不敢随便摘。那大芒果，哎呦！好，这是踢毽子的地方。泰国好像那个藤球好像很厉害。啊，不是，老挝藤球很厉害。你见过吧？啊？你见过吗？没见过，真的是。野豌豆。哎，这跟长了跟蝴蝶似的啊！啊，就是豌豆类的。这是的，这抓狂了，简直是！看植物，你拍进去。满地的植物，毛竹，第一次见到这个长得像蝴蝶一样的花。就是芭蕉。芭蕉。我不知道我摘完了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那就嗷嗷后面一群狗，一群道狗。给我抓进去抓监狱里边。对，你看大房子。就是人家都叫大院。他这个院子都特别大。哦，你看这有一片小竹林。这个哦，厕所。嗯，就简易茅厕。简易茅厕。对，你看靠近这个。沟渠这个边上，所以它一是也是存在卫生问题，像这样沟渠水也很脏。所以说这个你保持原始状态好，它卫生也是个问题，也会带来这个问题。这个东西真是个人类始终是在矛盾哈。啊，对。对。有一片野生的感觉，你看上面野生的啊。那个朵。哦，那个大莲花。大莲花，我今天还没有。拍到了，其实不是我没有看到，是我还没一直没有进去。小心啊，小心那个地上的虫子哈。这一头大了，这大了开放了。陈老师又把自己弄了一身刺猬毛，还好炒种子行。对，就炒种子，不是抓那个，还有一种那种草籽，你看，这里扒的都是的。是。我们因为大莲花拍到了哈。泰国的鸡笼子，哦，它这个鸡厉害，这好像斗鸡啊，很精神，搞不好就斗鸡。这你看很瘦，是吧？斗鸡，是它这个长得好奇怪。动力锅。今天呢，第一次尝试在素和泰这里的便利店用微信来支付哈、啊，看一下最后收入，这个他这个，成功支付，泰铢合计是182，然后那个人民币是35.91，非常方便啊。